出闸了。出闸的走位抢位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看到十一号的永强旋风积极的走位，他的今天的闸位为十一号并不是特别理想，但是抢位很积极。身旁九号的富安凯歌上来了，九号的富安凯歌目前是处于领先的位置，紧随其后十一号永强旋风，另外十四号极品在最外侧保持第三，但是他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理想，他奔跑更远的距离，但是速度很快。内栏领先的是九号富安凯歌，第二位的是十一号永强旋风，弯道进直道冲刺发力，看看现在的冲刺情况。绿色彩衣六号战功捉住，在奋力的追赶四号腾辉战神上来，但是领先的还是十一号的永强旋风。前两场保持全胜的永强旋风要三战全胜，连要拿到帽子戏法了。我们把在比赛里连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成绩。获得冠军的马匹是十一号马永强旋风，猎马师四日古愣，骑师李方格，代表队是玉龙马业，马主是玉龙马业，时间是一分零秒六九。获得亚军的马匹是十二号马玉龙永兴，猎马师何祥寿，骑师赵新刚，代表队浙江永兴，骑师侯兴健，时间是一分零一秒三三。获得第三名的马匹是四号马腾辉战神，猎马师魏大，骑师魏大，代表队腾辉马术，马主是。